决战的时候到了，我的虫子们，我们必须击杀主宰和他残余的叛乱脑虫。地球联合理事会会尽一切能力阻挠我们，但他们绝对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。现在，族长 Rashaga 控制在我手里，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攻击主宰。但是，女王大人。 我想只有黑暗圣堂武士的能量才能伤害主宰和他的脑虫。即使你手下的虫群数量再多，我们对那些叛贼发动的攻击恐怕都是徒劳的。事情并非你所想的那样，杜瑞。事实上，我所期待的秘密武器很快就要来了。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，女王大人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我们收到了一艘来自不明心灵航母上的信号。 我就是喜欢心灵这一点，他们很守时。Kerrigan，我是 Zara Two， 我希望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带走我们的族长。事实上 ，Zara Two， 他并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人。我偷偷带走他是为了找到你。是这样，我需要你和你的伙伴去为我杀掉主宰。唯一能确保你跟我合作的方法，就是先带走你最珍惜的人。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杀死主宰，我就一定会让他跟你们回去。你的这个保证毫无价值。Zara Two， 我忠实的仆人，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帮助 Kerrigan。主宰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只有消灭他，才能确保我们的人民生存下去。你要求我帮助这个卑劣的生物？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 Kerrigan。我这么要求你，是为了保全我们的人民 Zara Two。请你和以往一样，遵从我的命令吧，相信我的判断。好吧，族长，主宰今天死定了。
人的。Thank you.
了。
会遭到攻击。孵化更多的王虫。
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
药房部队遭到攻击。
遭到攻击。遭到攻击。
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已经死了。现在我要求你立即释放我们的族长。没问题 ，Rashagar， 你愿意跟他返回你的部落吗？我不愿意，女王大人。我只希望一直留在你身边服侍你。这是什么诡计 ，Kerrigan？我眼前的这个可悲的生物绝不是 Rashagar。我只保证会让他跟你们回去 ，Zeratu。但在我看来，他似乎不大乐意。你腐化了他，你设法毒害了他的思想，立即让他恢复原状，不然你将为这样的冒犯付出生命的代价 ，Kerrigan。好吧 ，Zeratu， 被你识破了。在我到萨古拉斯跟你们合作之前很久，他就已经变成我的奴隶了。他像其他人一样，错误地低估了我的实力，所以他付出了代价。有了他作为我的傀儡，我才能根除在萨古拉斯上的叛逆者，并且用你来杀死主宰。正如你所见的那样，你们的领袖归我了。不错吧？不是吗？好吧，我们走着瞧 ，Kerrigan， 你等着。